过来，坐低，坐低，起立。江博洋界伤人及刑事毁坏，判监9个月。藤吉公平诈骗及盗窃，判监9个月。我睇到。哎，得，我自己嚟。哇！你嚟阿 Sir， 帮我 keep 住副架撑先。哇，仲有啲胶纸。哇！收声，成岛亮。你就系杀死自己爸爸妈妈嗰个人渣。被他们的仔用利刀插致重伤，送院的时候证实不治，声称他已经将自己的父母杀死，因为疑犯只有16岁，依然受到这个少年法的保障，就算找到足够的证据要起诉他，所以亦都怀疑疑犯是有暴力倾向或者是精神病的。有专家就说事后的情况有少年法的保障，2年后你就可以走。但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你。院长，求你救我。这里的人渣和垃圾都看你不起，是因为你杀了你自己爸爸妈妈。你点解仲要反抗啊？你又唔系冇俾人虾过，其实都系一种生存价值嚟嘅。
我受阻啊？小事啦，你唔同晒。好大雨。点解你要杀咗爸爸妈妈？我咩都唔记得晒，系警察话俾我知你杀咗爸爸妈妈。因为嗰件事，我冇考到高中，间屋同啲钱都俾亲戚攞走晒，我要去好远嘅地方翻工啦。做咩？去做雞，我冇得揀，係你一手造成。你唔可以做雞㗎！我睇啊！我唔會俾地址你，我呢世都唔使見到你。再见啦，成斗亮。哈美，哈美，哈美啊！垃圾，唔好谂住死啊！有排玩啊！走。他是凶手到教练。继我说呢，他似那些执垃圾就真的。听着听着听着，排好队，排好队，排好队啊。有哪个学空手道的？出正拳啊！未学过啲跟隔篱喐啊！等等，第二个四九五，你做咩唔喐啊？咁鬼无聊，学个空手道啊，都唔够我抽啦！你过嚟。你出拳打我。正拳是这样出的，继续练习。想不想学空手道啊？伸只手出来啊！由手指尾开始，逐
隻手指咁捏埋佢，然後手指公包住佢哋，再拍腰嗰度轉出嚟，呢個就係正拳啦。試下。轉出去啊！再試下，而家開始練習雙人對打。哎，你同厭狗打，厭狗出嚟。唔得噶，我唔夠佢打噶。唔試啊？點知你拳頭裏邊一係神一係鬼啊？系咪好想练翻今日嘅正拳咧？俾人绑住手脚都练得嘅，用个心去练，用个心去练。咗都以千为单位，一千下以上，你嘅肌肉就会有咗记忆；五千下以上，就会成为你自然反应。呢度嘅夜晚特别长，大把时间嚟练。都是慢，提膝要快，对准下颚，撑上去，快点！
正哥，上次咧唔会嚟嘅啫。弹开！我以为识少少空手道，我哋就会惊你。你今日死梗！打交最紧要清楚自己喺个咩情形之下，系一对一啦，定系一对十？首先唔可以谂住逃避，因为一走你就一定会输，所以第一时间就出手，然后拖散对方，跟住逐步击破。到了最后，就要揾出佢最好打带头嗰出，搞掂佢，其余嘅人就会惊你。黑川先生，我想你帮我挫一挫成土亮嘅锐气，方法由你自己决定。点解要我咁做？黑川先生，你表面好似活喺空手道嘅世界，但系另一方面，你保守嘅情操令你认同那位切腹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担心这个国家会受西方世界影响，很快就会灭亡。当时你坚决地认为自己很需要为国家做些事，所以你就在黑子手上。帮我走走黑川教练，对打练习。插眼、打喉咙、踢下音，乜都得。你教成岛亮学识空手道，系因为你觉得佢同你好似，大家都犯过一个唔可以原谅嘅错。你想杀我？但系黑川先生，成岛亮系唔应该再生存落去，呢点你好清楚。系你教空手道啊？点解你要杀我？我会俾我自己死喺呢度噶。解决咗佢，我可以帮你提早离开呢个监狱。你使边度呢？一样出到去，你都生存唔到。就係一隻鬥雞。真係估唔到你會有命離開呢度，唔通係因為空手道？黑川教官佢就冇你咁好彩，佢因為失職掉咗去最北邊嘅監獄。今年冬天，我想都会几冻的。你怕啊？你怕你搞我唔死，出去我会杀咗你啊！
你亂講啲乜嘢？我點解要驚你？成到啦，你想點啊？喂，寇总，Ladies and gentlemen, once again, the LF reigning champion, Sugawara Naoto. 想打你 ？It's amaz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得唔得噶？冇人打得人間完直人噶。不過咯，你咁勁，或者得嘅，打贏咗咯，仲有20,000嘅。擁有的東西你這輩子都不會有啊，因為你是成棟梁，知道你自己做錯什麼事啊。我在裡面已經受夠，出到嚟，我唔要俾人睇唔起我，冇人可以再咁对我，唔可以。成到啦，你请我去烧俾你爸爸妈妈啦，大哥你就翻嚟揾你报仇噶。誰是夏美？夏美？我就是夏美。这里就我一个人叫夏美。我这一场不用做，我想在这里做。快点。我没问你。你想怎么样都可以。加点成就好。是不是伤到了？你弄花我的脸，我靠他吃饭的。夏美的，你女朋友？
我个妹。那你找他多久了？三年。他是不是离家出走的？你叫什么？阿亮。个客打嚟投诉你打佢，你傻咗啊？唔关你事。你以为你大佬啊？你恶嚟嘅啫。他们拿走你的手链。我认得个僆仔，佢五年前好出名嘅杀人犯。Mr. Sugawara feels the commotion has affected his performance. After considering his complaint, we now announce that the match should be counted as invalid. Our rematch will be scheduled next month. 지부 동지
我做了这个冲动的决定。我不觉得你是冲动。你记住，任何比赛你都是代表花农会。你李姐真系衰到貼地啊！阿亮啊！阿亮！黑村嘅徒弟，咁又点啊？你打得好好，有黑村嘅味道。我以前都系黑村嘅徒弟，使唔使同你打过？我好欣赏你，我想请你去我道场参观下。你睇下呢度所有人，每一个都识你。我估你一定冇谂过，你可以一夜成名。不过系个臭名。继续练习。你玩我？我玩你。如果你够胆量嘅话，有能力嘅话，我实可以帮你喺 LF 赢翻你嘅尊严。你点帮啊？我喺空手道界算有啲名气，跟我学拳，你一定可以代表我嘅道场打 LF。唔代表我嘅道场，你连上台嘅机会都冇。
要打的话，我就要打奸原直人。一级级打上去，你实有机会同佢交流。你点解要拣我？因为你同我一样，打唔死。边一个可以上台打呢位？就只有我望月谦介一个人可以决定。唔使同佢行礼。山崎先生是新番龙会的始创人，我今天代表番龙会来这里拜候你的。麻烦了，望月先生。请问新番龙会和我们本会有什么区别？还有你们的政权是怎么出的？如果你想来请教我的，散之。 Yes 吃紧自己走到大屋企，慢慢死啊你！新番龙会的招数，原来学嚟俾人打嘅。望月，要打就揾同级数嘅打。新番龙会，成岛亮，如果你打赢他，我给你代表番龙会打 LF。 番龙会全国有120,000学员，新番龙会不够50个， LF 的创办人就是在下。你不止侮辱番龙会，还侮辱埋空手道。以后你不可以再用番龙会的名字。我只是输过一次，我只是输过一次。武术精神，将我哋当系工具，
冇用嗰阵，就当我哋系垃圾。新番农会先系真正嘅武道馆。你唔好再嚟啦，再嚟我打到你以后打唔到空手道。过你条坐，快啲赶时间。听住，你唔好真系当自己系番农会嘅人。至于同边个打，迟啲我话俾你听。你谂到揾我？我在这里等你，就是要把手链还你。连女人你都打，你不是男人。我离家出走五年，没有人找过我。我也想当你妹妹。痛不痛啊？废话。兰卡是泰拳冠军，成岛亮根本冇可能赢，仲会输埋番农会嘅名字。成岛亮最好就喺台上俾兰卡打死。成岛亮输咗，兰卡就自然同间元打，间元一定赢啦。落嚟嘅故事就系、是、番农会收留咗一个俾社会遗弃嘅杀人犯。仲俾機會佢重新做人，但可惜佢喺擂台俾人打死，咁番農會就同佢報仇。最好嘅就係我哋獨家直播佢死。阿亮得咗啦，我哋有得打啦，得咗啦！哇，俾个太子打拳真系会死噶喎！佢打唔死我，就打赢佢啦，打我。林俊，
高手。醒了，醒了。可以贏到我，我差啲殺咗你。你喺出邊同人講你係我徒弟，我冇收過你喎。你以為捱得啊贏啊？傷成咁，出拳都冇力啦。你咁蠢，我點教你啊？邊個話要你教？我學唔到你點教都冇用。打我咧！最大拳套，打咗拳套之後，你以前所練嘅嘢都用唔到。你要學識點樣用一點去攻擊你嘅對手。做乜嘢啊？劈開佢，原諒佢。你傻㗎？點劈啊？如果你做得到，就有機會打贏嗰個蘭卡。唔理你用咩方法。你咪玩嘢点劈啊？你呢度要嚟做乜噶？你自己谂下。我有我的方法，總之贏就得啦。是但啦。因為你親，我真係冇諗過，你真係可以打到 LL。你終於可以威俾全世界睇啦！陳吉，由今日開始你就係我經理人。打到个扑街扑街。
据警方透露，疑犯只有16岁。警方在案发现场将他拘捕的时候，他身上仍然是穿着一间私立名校的校服，而且校服上面染满了大量怀疑是两名死者的血迹。疑犯的精神状况看来很稳定。警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因为疑犯只有16岁，依然受到这个少年法的保障，就算找到足够的证据要起诉他。走啦，杀人凶手！Just listen to the audience's reaction. One thing is for sure, Narushima doesn't seem to have any fans here at all. No one is going to forgive him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the past, and I personally have no idea why the Fanlo Karate Association would have allowed a murderer like him to enter the LF circle.你一定会赢。三十万黑拳。Please welcome the fighter of the blue corner, the strongest Muay Thai boxer, Reika Casamolina. He might not be very popular in the LF circle.But he has used his iron fists to help dozens of his families in Thailand. Just the opposite of our murder fighter Narushima. This is definitely the fight of good against evil. In the red corner at 172 centimeters high and 76 kilograms, Narushima! No elbows, and no kicking to the groin. Understand? Are you two ready? Fight! Now they are back on the stage and ready to fight. If you do that again, you are out. Fight! Help!
你知佢掌底啊 ！Fight！喂，你打乜嘢噶？你啲嘅练啲嘢废噶，因为你自己废啊！你先废啊！你教我啲嘢一样都用唔到啊！唔系靠我自己练抗打，我挨到呢一弯。一击即中。Second out。Don't break any more rules, okay? Fight!伤成咁边有力噶，中咗都冇用啦。Can you carry on? Are you okay?擊中對方的要害，Because of that terrible accident, the judge has declared that the match is invalid.根据医生的诊断，兰嘉
家选手的右眼将会永远失明，他被逼从此结束比赛生涯。成岛亮选手虽然没有触犯赛例，但是他严重地违背了比赛精神。 LOM 绝对不是一个杀戮战场，这一场比赛应该是作废，而且我永远不准成岛亮这一种残忍的选手再踏足 LF 这个擂台。发现这个城市改变了很多。你是不是以为我永远都放不出来？那天打电话报警的人就是我。我知道。这个社会不会原谅一个刺杀手上的恐怖分子。为了翻农会，我冇办法唔咁做，出卖我保住翻农会，就系为咗 LF 呢咁幼稚比赛。奸元直人系一个难得嘅天才，我收佢做徒弟嗰阵时，佢屋企只系四幅墙，仲有一个残废嘅老豆。武术家唔应该挨穷。他们应该有自己的社会地位， LOF 是给机会他们建立自己。你真的说得伟大，你是想利用成岛亮等在死在擂台上，最后得益都是你自己。有些事你一定要还给我。点啊？惊啊？咩都做晒啦，惊都冇用啦。明星咁又点啫？咪又系女人一个。打俾你条仔啊！喂，我系成岛亮。做咩啊？个电话系咪好熟啊？睇下边个把声喺度。你冇掂啊！系咯，大声啲，等你条仔听下发生紧咩事啊嘛。救命啊！冇掂啊！孟美。我强奸了你女朋友，是不是想打我？ LF 见啦。喂，我得噶啦，罗伦嘅？切，我掂都冇掂过。吓，咁我点啊？
起身。呀！我动。哎，点到即止。到你。师父，你唔会再带得清楚呢个世界，学下啲文言字啊！师父，对唔住，师父，我想同程道良打一场，请你破例。一定喺台同我打死佢。死老鬼，你仲有丢乜嘢啊？空手道一定有绝招，你快啲教我啊！做咩啊？惊啊？唔使惊喎，你同奸原直人打，冇得惊，输硬。黐线！嗱，拍咗佢啊，雷鼓顺利啊，不过会有后遗症，首先系肝，然后心，跟住脑、神经。妄想、抑郁、幻觉、狂躁，乜都齐。喂，知唔知你唯一嘅长处系乜啊？就是你嘅兽性。
是妈咪吗？没事的，你快要起来的。我现在只手断了，怎么打假原职人？不是因为救你，怎么会有事？你成日怪人怪个世界，根本是你自己不安守本分，无啦啦打咩阿恩化，做鸭咪几好咯？你又冇俾人弹中，人有人路，鸭有鸭路啊！打咩家园啊？你而家连我都打唔赢啊！仆街！他是你好朋友哎、你都打得好多啦！成岛亮。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不是想赢的？你在这里做什么死老爷？就来要比赛，连自己要做什么都不知道。你要克服你的恐惧，你要打。就叫先。你的拳腳冇曬力，你好痛。感觉是你自己的，你觉得是点就点。忘记你的伤，你以后就不会再痛。Yeah!
在光里面人人都见到你，个个都会打中你。你只要留在黑暗，得翻自己一个，你就做乜都得，冇人会知道。点解唔继续打？你惊个后果？你放监，因为你有绝症，关你咩事？你要记住，你永远都社会垃圾，杀父母人渣。错就唔会后悔，一后悔就代表你以前所有都系错，咁就冇办法证明你系啱。It's a lonely planet. There's no other. There's no other. There's no other.他是又要过度而进医院的，是精神病药，没有人知道他是因为自杀还是嗑药。怎么会来查呀？其实我一直在帮你找他。是因为他昨天进了医院，警察告诉我才知道的。他现在连谁是陈导亮都不记得。医生说，他从小就已经有精神病的记录。得唔得？
冇话俾爸爸妈妈知。哥哥唔会话俾佢哋听。打贏奸要直人，我哋以後就唔會俾人睇唔起。Perfect guard.
Kirishima's down! It looks like he's having some serious trouble. 3, 4, 5, 6, 7! No, stop it! Stop it! Stay back! Back to you, Corner.眉骨碎咗唔適宜比賽。冇事，繼續打。Thank you.
winner by knockout, Sugawara Naoto!